relies on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our femtosecond fiber lasers. We deliver state-of-the-art products to customers from industry and academia worldwide. Our aim is to serve our customers in pursuing their visions and ideas. Menlo femtosecond fiber lasers with their figure 9 mode locking technology provid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a compact and modular design for custom-built solutions in various application fields. The benefits of ultra-short pulse fiber lasers are clear. They have a very compact footprint, are temperature and vibration insensitive, portable, and maintenance-free. In addition, they offer a cost-efficient solu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a low noise performance with low timing jitter. When we designed our femtosecond fiber lasers, we took modularity as a philosophy for both production and end-user deployment. We provide standard as well as customer-inspired and tailor-made solutions of highest quality. We start by talking to our customers to understand their needs and define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We are ther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ith service and support. Our engineers are also adapting systems and developing solutions together with our customers. Menlo Systems has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laser development in many application fields. All of our units are designed for 24/7 operation. Our testing units have been flown around the world multiple times for several years and work just as well as on their first days. Two of our units have even been to space, came back rushing to the ground, and still show the same performance. That's robust quality made in Germany.抱歉啊，非常抱歉，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断掉了。然后那我们还是尽快再从前面过一遍。然后我们公司呢是这个从马普量子所spin-off 出来，然后创始人是汉史教授啊，获得了05年诺贝尔奖，然后还有另外他的两个学生 Michael May 和 Ronald Hosworth 啊一起来创立了这个门路公司。然后公司的产线呢有这么多光疏、超稳激光器、太赫兹啊、微秒激光器、量子激光器系统，以及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这个太空光疏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今天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就还是引入这个光学频率疏，第二部分光疏为什么要送进太空，第三部分目前这个太空光疏的发展，第四部分是这个欧洲的太空光中的这个项目 COMPASSO， 然后第五部分就是提问。我就不多说了，介绍一下这个嘉宾。第一位就是我们太空光疏部门的产品经理Frederick 博士。第二个是我们中国区的总经理杨海东先生。第三位傅灵统先生是我们的售后经理。第四位是我们中国区董事长邹虎博士。我们先从这个光疏开始说。第一个连续激光器，我们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也比较符合我们传统的这个经验啊，在这个时域上是一个正弦电场，然后在频域上是一个单频激光。然后呢这个脉冲激光呢，它在时域上是一个一个脉冲，然后里面有载波，在频域上呢是一根一根的，我们可以叫做梳齿。那对于脉冲激光来说，其实呢它还有另一个量啊，刚才说到的那个脉冲的间隔对应了这个重复频率，那其实还有另一个量，就是这个载波和脉冲之间的这个偏移，我们叫做载波包络相移频率，或者叫做初始频率。那这个初始频率呢，在这个频域上呢，其实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一个初始之间的这个初始的这么一个F0， 那我们再加上 N 倍的这个 F2， 其实就是一根一根初始的这么一个位置。那这样呢，如果我们把初始频率和载波包络相和把载波包络相移频率和这个重复频率完全稳定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确定的每一根这个初始非常确定的这么一个光尺啊，那一个形象的这个描述，把这个尺子上面的这个单位长度单位变成频率，我们就给光疏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么一个描述。
那在 Menlo 呢，我们擅长的是什么？我们最擅长的其实就是超低噪声的光疏，那也是现在可以说是光疏作为这个精密光谱的应用来说最需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超低噪声。我们有一些专利来保证这个光疏的噪声性能。第一个呢就是菲格奈的这个锁模技术，菲格奈的锁模技术呢保证了这个锁模激光器可以稳定可靠。并且低噪声的这么一个运行。那第二个呢是这个EOM，就是在这个自由空间的这一部分，在九字腔自由空间的这一部分加入一些电光调制器来引入这个快反馈而且呢我们有相当于有两个 EOM，一个呢控制重频，一个控制 CEO，而且是单独独立可以就是。它们之间的串扰达到一个最小，并且它们的带宽可以做到大于1兆赫兹。那光疏为什么就是它在现在的应用这么多呢？首先，这个最基本的来说，就是光疏它连接了这个射频和光频。如果说这个光尺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的话，其实齿轮。光学电磁波的这么一个齿轮，可能才是光疏更接近它的这个原理的这么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它，它这边左边呢，我们把光疏锁定到一个光学原子钟上，或者一个光参考上面吧。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光参考的频率这个稳定度，或者说它的稳定度吧无高保真的传递到微波频率。那这么这个呢，可以输出这个超低噪声的微波，也可以呢作为光中的读数，瞬间产生来应用。那第二个呢，这边右边是一个光学频率输锁定到射频参考的一个例子，或者是一个微波原子钟。那在光频呢，我们就可以去测其他的激光器的这个绝对频率，或者把微波原子钟和光中来进行比对。那在这些应用里呢，光疏其实它是一个作为齿轮的这么一个存在。那怎么说这个我们的光疏是低噪声，当然还是需要严密的、严格的这个测试来证明。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做光谱纯度转移的这么一个测试，也就是说，在中激光和比如说一个参考激光之间，这个光疏引入的噪声是多少？其实呢，在这个里面，我们把一个光疏和参考光疏和这个客户带出厂光疏两个光疏锁定到一台这个超稳激光器上，然后再去和698纳米的另一台这个中激光来拍频，然后我们得到这个。光疏加上这个中激光的，应该是中激光的所向以及环外噪声，来得到这么一个附加稳定度的这个曲线。在1秒的时候呢，这个附加稳定度是7×10^-18次方，在1000秒呢可以达到2次方。很明显，在这个光谱传递转移的过程，光谱纯度转移的这个过程中，光疏引入的噪声非常小。然后，可以说就是亚赫兹，就是每根数尺的亚赫兹是肯定可以保证。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光谱纯度转移，我们可以提供完整的这么一个基于光疏的光中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光参考比如是一个1542纳米的 Menlo 的超稳激光器。甚至呢是世界上最好的1542纳米的硅腔超稳激光器，低温硅腔的超稳激光器，我们可以把它的稳定度把光疏锁定到这个超稳激光器上，然后通过光疏把它传递到698纳米这个铯原子的中激光上。那最后呢，再通过这个原子来校正这个腔的漂移。这么通过这个校正呢，整套系统其实就已经稳定在了这个光中上面。基于这个系统呢，我们就可以产生微波，然后可以传到远端等等等等，做
这么多事情。那这个当然我们在做光中的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冷却激光、铜动激光等等，这些激光器我们可以通过锁定到同时锁定到光束上来提供一个窄线宽的输出，并且是一个相噪的一个相干的一个输出。这个系统我们已经商业化了啊，之前可能听过我们之前那个 webinar 的朋友们已经见过这么一个系统了，非常的漂亮。然后左边这个是电学机柜啊，里面有监控的这个屏幕呀，里面有频谱仪、示波器，然后这边有锁相电路，然后这边里面可以拉出来鼠标键盘，这边是一些泵浦控制器，然后电脑等等等等，下面还有电源，以及下面的一个水冷，水冷当然是给这个中间的这个光学机柜来提供水冷，然后这个光学机柜里面呢，包括了可以包括波长计，当然里面包括了超稳，就是除了超稳激光器以外的其他的 CW 激光器，锁定到光束上的 CW 激光器啊，包括了光束，然后包括了光束的这个频谱扩展单元、光谱扩展单元，以及其他的一些光学的单元。右边这个呢是超稳激光器作为整个系统的一个光学参考。那光中的应用呢，其实也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多啊。第一个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那个量子激光系统，它应用已经越来越多。然后，当然主要的应用还是基于这个光中系统啊，或者延伸的一些应用。第一个呢，这张图其实就是叶军实验室的这个光中。里面用到的我们的超低噪声啊 Plus 版本的这个光学频率书。然后呢，第二个这个其实就是基于中性原子和光镍的这种量子计算，它的原理呢和光中其实也比较类似，里面也会用到光书还有超稳激光器等等。那第三个呢，这个其实就是 Menlo 和东京大学的卡特瑞教授合作啊，在东京的天空树上做的一个基于光中比对的测高度实验。为什么可以测高度？因为根据广义相对论的这个高度是和这个就是时间的流动是和这个引力势能有关，引力势能当然是和高度相关。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测这个塔顶和塔底的两个时钟之间走的这个快慢来确定这个引力红移，进而确定这个高度差。那其实在这个实验里面呢，它的高度差已经可以确定到厘米量级，当然在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尺度上确定到厘米量级。怎么说，这个应用还是很酷的。OK， 下面呢我们进入第三个环节，就是说光书，说了这个光书在光中、在时间频率、在一些应用里，在这么一些高端应用里的这个作用。那为什么把它送入太空？这边其实是一个卫星的照片，就暗示了为什么要把它送进太空。首先呢，这个是一个应用的全景啊，可以做些什么？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不完全的概括。首先，其实就是这个，精确的物理常量的检测，比如说对于广义相对论的，一个检测，等效原理的检测。第二个呢，刚才说到的那个天空树测高度的实验，测重力势能的实验，其实可以对地球上的这个。对地球的高度、密度等等这些，和引力势能相关的地理上的一些东西来进行检测。第三呢，就是其实和大家的生活可能最相关的一个就是导航。导航呢，其实我们知道它其实用的不是绝对的空间尺度来定义，而是通过这个时间比对来实现的这个空间的定位。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包括卫星编队呀，或者是
当然这个还是导航和这个测距，另一个呢还有其实现在非常在我们国内也是非常做的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就是碳排放，包括这个碳中和这么一个监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花大力气来进行这个环保，在减碳。那对于这个这样一个测量来说，我们需要对温室气体来进行测量。那光束其实是作为温室气体测量来说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OK， 那说到这个导航呀、光中呀，为什么要用光中？这边这个蓝线啊，包括这个蓝点是从1960年开始的这个微波原子中的这个稳定度准确度下降的这个趋势。那这个红线呢是光中的这个下降趋势。其实在十几年前可能这个光中就已经比微波中要好了，然后到了现在呢，这个光中的不确定度已经比微波中可能要好2-3个数量级。所以呢怎么说，这个光中很可能作为下一代的这个秒定义啊时间单位来进入我们的生活。那现在呢当然还是500台这个微波原子钟来贡献这个协调世界时。而且呢这个主频率单位是基于铯原子，大概 9.2G 这么一个跃迁的这个谱线。光中的这个结构呢简单来说就是这样，这个首先有个中继光去穿过这个原子团，然后去探测它的吸收，然后通过这个反馈电路来进而把这个谱线的位置找准，然后定在这个激光器反馈到这个激光器上，让这个激光器和这个谱线来完全共振。那光束这在这个里面起什么作用呢？一般来说可以起两个作用。第一个当然是这个齿轮，就是说你这么一个光学原子中它的跃迁频率一般在几百太赫兹，然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对它来进行计数或者说准确测量，那只能通过光束把它下变频到射频，通过射频的这个计数器啊等等一些常数的电子手段才能知道这个光中的频率。另一个呢其实在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比如说这个698纳米的铯中，它的中继光跃迁频率是698纳米，但是我们现在世界上最好的超稳极光器是在1542纳米。那通过光束呢可以把这个1542纳米的超稳极光器的稳定度传到698纳米，进而把这个光中的准确度来进一步提升。这边是一个就是导航的这个原理啊，是刚才说这个导航其实不是看空间，是看时间。怎么说呢，就是这边是一个平面，我们看到两颗卫星的轨道可以确定这个地球这个圆上面的人的这个位置。那在三维里面呢需要三颗卫星来确定这个地球上某个地球表面某个点的位置。那在实际的这个就是这个定位的过程中呢，我们其实用的是就是天空上这个卫星携带的这个星载原子中的时间和地面上这个时间的时间差来推算这个距离。那这个距离我们需要地面上这个人也有一颗原子钟，但是实际上是基本上没法实现啊。然后这样呢我们需要另一颗卫星来给它来授时，相当于然后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地面上的这个人或者说物体也有它的时间，进而把它的位置通过时间来确定。那我们目前用的当然还是微波原子钟。那微波原子钟目前的定位精度比如说 GPS、 北斗、伽利略等等这些导航系统，它的定位精度大概在米的量级。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的原子钟换成光中，这个定位精度可能会提高到毫米量级。那这个毫米量级的定位精度当然是对很多领域可能都会产生一个变革。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自动驾驶如果到毫米量级，可能自动驾驶是一个非常成熟安全的一个方案，那可能是一个大的革命，会解放我们很多的时间。
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些钟之间的长期的这个稳定的话，也会减轻这个钟同步的这个压力。实际上呢，在2019年这个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就是因为时间同步的问题产生过一次重大的这个事故，我觉得就是因为好像是地面站和这个卫星之间的地面站出了问题，然后导致这个同步有问题，最终整个系统瘫痪，整个的这个22颗卫星都是没办法来工作。那如果我们换成了更好的这种那个同步的压力会也会减轻。好，那下一部分就是这个太空光疏在 Menlo 的这个发展。其实 Menlo 在这个是2010年，这个时间稍微有点怎么说，有点晚。Menlo 当然不是在2010年才做出这个光疏，其实在更早，在2001年就有了第一台光疏，第一台宝石的光疏，到后面可能过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做了光纤光疏，到后面再到后面的慢慢的成熟，九字腔的光疏等等等等。在14年的时候呢，我们公司是把这个光疏通过探空火箭这个 Texas 51的这个发射动进了太空。然后在18年的时候是又成功的这个是两次发射，15年和16年两次发射吧，都把光疏送进了太空。然后在18年的时候第三次这次是把双光疏送进了太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双光疏的重量以及功耗是甚至比单光疏还要小一半。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些年里面也是进步很大。那这个双光疏的系统呢，它不仅是一个更小的系统，而且它也是一个真空兼容以及低噪声等等这么一个系统。那最终的目标当然是放到卫星上。这个是这几次发射的这个一个简介吧，就是这几次发射其实都是成功的。然后呢，在发射完了以后把这个载荷回收回来，然后呢光疏再拿出来然后没问题，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这是一个发射的这个图，从这个发射到250公里，然后在上面达到这个零重力的时间大概是360秒。然后在这个德克萨斯54这次发射，也就是在这个双光疏的发射里面，2018年的这次发射我们主要是要在这次任务里面，德国宇航局是把它的点稳频激光器也塞到了这个火箭里面，然后双光疏去测这个点稳频激光器。为什么放这个点稳频激光器？因为这个可以做到小的体积，并且可以达到这个主动轻中的这么一个表现，很可能是有可能是下一代这个光中的太空光中的一个人选吧，有可能的一个人选。然后用两台光疏同时测这个点稳频激光器的频率，然后两台光疏它当然它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通频稍微差一点，然后同时测，然后这样就可以不用调太多参数，就可以无间断的来测量它的这个频率。这边有个小的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这次德克萨斯54的这个任务。首先这个太空火箭发射上来。进入零重力，在360秒的这个时间，然后在这个6分钟的时间里，两个光疏都是正常工作，甚至最后在返回大气层的时候，光疏依然在锁定在工作。
然后呢，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工程化的双光束系统呢，我们也是基于这个系统啊，包括之前的单光束，我们做了那个小型化的这个光束，就叫做 smart home。了解我们产品的人也知道啊，它是基于这个太空光束的这么一个工程化的一个积累，这么一个基础，我们才能把光束所有的电学、光学部分全部塞到那么一个19分机箱里，啊，给大家一个非常小巧的这么一个产品。OK，然后在这次这个任务里，这是最后测的这个结果啊，我们看到这个光束，最后只能测到10^11到10^12，这个原因呢是这个受限于带的这个芯片原子中。然后对，在这个下面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横轴是秒，然后在这个绿线呢，它是整个的这个加速度的一个，说的是加速度，然后这个点呢，它是测的数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块的时候，刚才说那个光束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它还在工作。啊，确实是这样啊，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数据。然后最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欧洲的这个 COMPASSO 项目。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就是它整个项目是要把这个光束啊，包括这个可能光中送到空间站，甚至是卫星上去。那在这个太空任务里面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这个环境的特点。首先呢，当然是真空，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第二个，热，对于这个热，就是热传递的这种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温控啊，也可以解决。然后第三个是振动，是寿命这些问题啊。那包括振动这些问题呢，我们在这些年里做了这个。光学的这个焊接就是把这个一些自由空间的光学器件焊接到这个PCB 板上，焊接到这个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电路板，一个陶瓷基底上，然后通过这个低熔点不含这个助焊剂的这种焊料呢，可以做到焊接的时候这个。热损伤以及这个热形变降到最低，并且焊完了呢，这个当然是这个热应力也很少，所以呢，最后的结果会是它可以长期稳定的一个固定在这个整个基板上面。那第四个呢，就是辐射，辐射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对，不管是对光学器件还是对光学器件还是电学器件，辐射都是会可能会产生致命损害的。那另外呢，当然在太空中，我们发射上去的这个，不管是火箭还是，最后放到卫星、空间站这些地方，都是需要一个小巧的，然后，重量很轻的、功耗很低的这个 swap 都要考虑到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也是工程化的一个进步。对于辐射，刚才说了其他的这个三个，对于辐射呢，这个问题。啊，当然，主要是由于这些高能射线粒子来引入的这个辐射，然后，辐射的损伤呢，大的方面来分，就可以分为这个长期的这个，剂量积累的这个效应和这个单粒子的这个效应。长期的这个效应，当然它会，可能是这个，慢慢的。对这个器件造成损伤，有可能它可以，在有些时间内通过开关可以修复。但是呢，如果是在这个单粒子效应里面，如果当然单粒子效应也可以分为这个非损伤的和造成永久性损害的这个效应。对于这个造成永久性损害的效应，比如说这个栓锁啊，我们在这个一个高能粒子的这个作用下，这个寄生在这个电路板上的这个寄生的三极管可能会导通发生这个正反馈，进而导致这个
元件或者是整个电路烧毁。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辐射对于电路的伤不可忽视。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当然要在电路板上加强保护。问题是这个加强保护的代价非常高。这样一块这个全部可以经受太空辐射的这些器件的这个电路板造价非常非常非常贵，大概是100千欧，也就是大概80万人民币，我没算错的话80万人民币。那一块 PCB 板一块电路板这么贵，这个实验这个或者说这个项目可以说非常烧钱。所以呢，当然我们在设计还有地面一些不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来用普通的这个电路板当然这设计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些元件呢会是一些普通的，比如说它是一个塑料的封装呀，这边这个经受太空辐射的这个东西它是陶瓷的封装等等等等。那对于光学部分来说，这个光纤是对辐射比较敏感的，那这个辐射会在光纤里面产生这个色心，然后进而会导致这个光纤的暗化。那暗化当然是会导致这个光纤的损耗增大。那我们和这个 XBLUE 来合作，然后开发了这种抗辐射的这个光纤。那这个抗辐射的光纤不仅要抗辐射当然它还要满足光疏的这个设计，那就是当然它要有高的增益，然后有低的这个色散并且呢比如说我们测试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工作环境下，就在激光器在这个光疏工作，就是激光器放大器等等这些东西都开启的时候，因为这个色心它会根据温度变化，因为这个色心它会修复，然后温度高的时候光在工作的时候温度高的时候，这个色心可能修复的也更快，所以我们要在这种环境下来模拟这个来进行辐射测试。那我们这个辐射测试呢，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在 Fraunhofer INT 来测的。这张图上这个有两个激光器一个是用了这个抗辐射光纤的，另一个是没有用这个抗辐射光纤的。这边是没用的，就是标准的光纤测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到这个在它是在100 gray，也就是模拟的一年的这个中轨道中地球轨道这个辐射剂量。它在这样一个轨道下，它的这个损耗大概是 0.6 dB。但是我们看到它在这么一个测试里面，它的光功率的下降，不光是这个振荡器还有放大器的功率下降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占控比从 90% 调到比较低，比如说 10% 这么一个工作，它可以自动修复回一些这个色心进而提升这个功率，但是呢在工作时间就是在这个辐射有辐射的这个时候，它的下降还是很严重。然后而且呢我们当然不会再怎么说那么低的一个占控比来工作，特别是对于中轨道的这个导航的这些任务。然后这张呢是在这个抗辐射光纤它的一个测试结果，而且这张里面把它的辐射剂量加大了10倍，是1000 gray，也就相当于10年中轨道的这个辐射总量。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果是比对于放大器来说，它比这个普通光纤的这个结果要小1/10它的损失。然后振荡器是减少了13%的这个能量。那刚才呢是
刚才呢是测了这个振荡器和放大器，我们知道光疏不光是这个振荡器和放大器，其实它还有另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 FRF， 就是产生 CU 的这部分。那我们把这部分也加进去，放到这个辐射箱里来测，总共最后加进去还是用了1000 gray 的这个辐射的剂量，然后在中间我们就是在加了500以后，我们中间会调一次它的功率，然后最后再加500啊。通过这个测试呢，我们看到振荡器最后下降了 28%， 但是通过放大器以后它只下降了 5%， 而且呢我们最后测试的 CU 的这个心噪比，然后同频的这个心噪比都没有受到影响。所以说结论就是我们这个光疏在1000 gray 的这个10年的中轨道，如果长期工作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OK，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这个18年到22年这个阶段，也就是把这个双光疏进行了太空化，就满足太空要求的这么一个设计，包括电学的光学的部分。然后德国欧洲的计划应该是在25年或者更晚的时间来进行把它发到空间站，在28年或者更晚的时间再把它送到第二代这个伽利略卫星上。那这个是一个这个空间站照片，然后在这个任务里呢，其实有好多家单位，当然这个是德国宇航局主要这个承办的，主要这个主办的，然后参加的单位有 Menlo， 有这个空客，然后还有 TSAT。Menlo 呢主要是提供这个光疏，然后 Airbus 呢是整体的这个太空的这些任务，然后 TSAT 呢提供这个光通信和这个测距的这样一个终端。那在这个空间站里，在这个 Bartolomea， 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在这个空间站，国际空间站这个 Bartolomea 这个平台上，然后在这个哥伦布模块里面有一个小地方可以供这个这个项目来使用。那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 COMPASSO 的这个盒子里面有两部分呢已经被点粉屏激光器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然后光疏呢其实在这个很小的角落共同发挥它这个很大的作用。然后这个是整个项目的这个计划路线图，4年的时间呢是前期的准备测试地面的这个预研，然后在地面研制，然后在经过4年的发射到空间站上运行1.5年的一年半的时间下来呢再在实验室里来测2年应该是来对照或者是来分析天上的一些数据。好的，然后光疏呢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这个系统里面，光疏有点那么个 C 位的意思就是不管是点粉屏激光器还是这个激光通信和测距终端以及这个授时系统等等等等，这些各个模块都和光疏或多或少的有连接那光疏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到它能连接射频和光频它可以把光频变到射频来和再加载到这个激光通信终端上和地面通信，也可以把地面的这个视频信号通过这个光疏解调出来，和这个空间站上的这个点粉屏激光器来比对所以非常的关键。那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任务里面呢，我们做到了整个这个光疏非常小的功耗体积重量，然后它的接口已经减到了最少，只有这个数据供这个电源射频光频的输入口这些东西，然后它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
地带宽的信号来远程控制，然后是一个自动化的系统，然后它也非常的这个稳定啊，抗震动、抗冲击啊，温度辐射这些东西都考虑到了。对，然后最后呢，就是在 Menlo 我们有这个产线，其实就配套了这么一大套的这个系统。那首先呢，是一套这个组装啊测试系统啊，建立复杂的这个工艺卡、工艺管理，然后有这个射频测试，有光频测试等等等等啊，有这个气候室啊这些东西，然后有这个地面电子支持设备啊，来进行这个电磁兼容呀，这个热真空呀、振动呀这些一整套的这个测试，还有这个超净室啊 ，SO 七级的这个超净室，配了五级的这个这个啥蒸馏柜，然后整个系统啊，包括了这个静电保护的这么一个配备，所以说这个也不知道靠不靠了，就是要配把这个实验基础设备啊，我们都要配好，才能把前期工作做好，后期呢可能这个才可以稳定的运行吧。啊，今天的这个主要讲的这个部分就到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提问区已经有很多人在提问了啊，估计是这样。我来看一下这个提问区。好的。看到最前面。啊，还是看到前面其实已经给我留言说这个 PPT 没打开，非常抱歉啊，再次抱歉。浪费了大家可能五分钟的时间。目前太空梭在精密测量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具体的应用呢，还是我们以这张这个 PPT 为例啊。当然首先就是测时钟信号，不管是光中啊还是射频中，它都需要光疏来连接。你要说实际的应用可能还真没有，因为现在它欧洲的没发上去，我们国家的也刚发上去，所以没有产生实际的这个应用，未来肯定会用到，这个我相信它未来肯定是一个主流方向。另外呢，它在测卫星编队啊，包括这个大气测量，其实大气测量呢在飞机上门路已经做过了。没问题。然后对，应用肯定是在这个导航、大地测量啊、大气测量这些方面，卫星编队啊，在这方面会有非常大的应用潜力。然后太空梭进入太空目前的主要瓶颈是什么？主要瓶颈其实我们也在这边给大家罗列了一下，主要就是太空的环境和地面环境不同，包括这个震动冲击，然后寿命啊这些东西啊，我没法换，然后要做到防震动、防冲击啊，我们会做一些特殊的处理，然后辐射是个大问题，然后电子学器件怎么防辐射，光纤怎么防辐射，刚才也说了很多啊。另外呢，就是工程化的问题了，就是怎么把它的体积、功耗、重量做到最小，这样才能发上去，然后才能放到这个空间站啊，甚至最后可能放到卫星里面。主要就是这些问题，然后在地面会进行验证来解决。
光频输目前可以扩展到紫外或更小波长吗？技术瓶颈是什么？这个和太空光输可能关系不大。可以，目前我们的光输，你看这边是600多，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产品可以到500多，当然很多客户他是把我们的光输产品拿过去，再去进一步放大，然后再来做倍频啊，或者三倍频、四倍频啊，来做到紫外，这么一个做法。所以说扩是肯定可以扩的，但是目前我们不卖这样的产品，客户会拿去自己来做。技术瓶颈呢，当然就是这个非线性效应的这个效率问题。最后产生的这个功率能不能达到应用的要求，这样的应用。太空光频输的温控是如何做的？采用技术来保温？这个刚才提到了啊，就是通过更好的温控来做到温度的这个，做到温度稳定。当然保温可能说的是被动的方法，那这个也许我们后面可以问一下，可以发邮件啊，看 Frederick 有没有回答，如果没有回答我们后面发邮件告诉您，可以告诉一些什么信息给您。请问光频输的传感方面有哪些应用，能否光纤传感进行结合？当然可以。还是翻到这个。这个地方。和传感和光纤传感的应用，比如光纤传感一般是用单频的激光器啊，可能线宽窄一点的这种激光器啊，去测一些这个应力啊，或者是这些信号呀，震动呀，这些东西。那对于光输来说，它可以把你带传的这个激光器锁定到一个非常窄的线宽，像噪非常好。那通过，所以说你可以把光输串到这个光纤网络里面，串到这个光纤网络里面，你可以传这个线宽非常窄的激光器啊，进而来去做一些光纤传感的应用，测地震呀，测这个各种信号。请问太空光输中是否存在空间光？太空中的光程差如何精确测定？太空光输中应该是没有空间，有空间光，就是我们有怎么说，外面是没有空间光的，里面这个光路里面，因为我们 figure 9的这个腔里面有一小部分这个自由空间光路，如果您认为这个是空间光的话，当然这个它不在外面，它还在腔里面，所以可能也不算您说这个空间光，然后在外面是没有空间光的。可以看最后这个接口这个地方，它是光纤输入输出，没有空间光。扁五频激光器肯定也是耦合到光纤里过来了。测。我看太空中的光程差如何确定？我不知道这个太空中的光程差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有空间光这个差吗？还是什么？还是说是地面和这个太空通信的这个问题？通信问题呢，是通过激光两个不同频率的激光互相传来消除这个大气的影响，这么做的。然后当然两地的时钟越准，那可能消的越好。请列举下单腔光输频率输目前比较好的应用。单腔光输我不太懂，呵呵，抱歉这个。
可能下来我和您沟通一下。你们开发的太空光尺寸和重量是多少？哦，这边有一个尺寸和重量。现在对于这个要放到空间站上，国际空间站上，这个光束的尺寸是6升，然后重量7000可功耗40瓦，可以说相当的做得很出色。门楼未来有计划做运输集成的面型测量系统吗？哎，抱歉，我没有得到什么内幕消息，要做这个面型测量的这个东西。因为我理解这个面型测量要看测到要测什么，首先要测什么面型啊，然后测什么材料或者是什么表面的这个面型，然后第二个要看测到什么精度。那双光书或者光书测距呢？目前可能多的还是在科研方面，在实际的生产上可能是用单片激光啊做干涉这种测量多一些。当然未来我不知道这个技术会不会发展到这方面。请问如何保证空间光疏的空间环境适应性，比如空间辐射环境对增益光纤的影响？这个我们刚才专门说了这个问题，就是辐射对它的影响啊，我们会当然您说的是光纤对吧，我们采取一个抗辐射的光纤，是和 XBLUE 合作的。开发了多年的这么一个光纤，而且在这几年也做了这个光纤的抗辐射测试，取得了这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回头再给您发一下这些结果，还有篇文章也是关于这个抗辐射光纤的。请问门路光书的小型化会遇到哪些挑战？有考虑过商业民用化吗？是未来商业民用化吧。小型化当然有挑战，但是您可以看这个现在已经非常小了，6升7公斤40瓦的功耗双光书。其实这么一个你作为一个测量设备来说，它可能比频谱仪还要小。我认为它的小型化能做到很好了，没有必要更小了。对于一个测量设备来说，它完全够用，我们可以轻易的来移动它，放到基本上什么位置我们都可以放。所以我觉得小型化的这些挑战已经怎么说，基本解决了。然后民用目前就是光疏这个东西，它您可以看它在测光中频率，所以这个光中都还没有进入这个怎么说呢，没有进入这个秒定义，而且光中，说实话，光中的这个体积太大，所以它可能光中先民用了，这个光疏马上就能跟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然后民用其他的，你说这个小型化，其实对那个芯片光疏，就是微腔光疏呢，它的初始间距更小，是不是初始间距更大？可能对于光通信这些方面会有一个。更好的应用。那在这个芯片光疏来说呢，它可能
也许可以尽早的运用啊，这是我的就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嗯，激光器为什么采用九字枪器？采用其他形式适合太空呢？九字枪其实我们也宣传了很多这个九字枪的内容。九字枪就是它的稳定性好，然后它对环境的这个敏感度低，就是抗环境干扰能力强，而且它的噪声低。那这么好的一个技术，进入太空当然是非常合适的。那其他的技术，比如说 CSAM 呢，它以首先一个它有寿命器件。超薄荷吸收体有寿命，二一个它的超薄荷吸收体它的噪声也会更大，所以目前好像九字枪是最适合这个空间应用。请问门路九字枪这个已回。请问光学焊接如何保证对准零度？对准零度，对准精度吧，对准精度吧。我理解，其实我们这边有一张图，我理解其实不用保证太高的对准精度，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镜片，可能是一个 PBS， 就是一个。导边分数器或者是什么的一个镜片，那它不用和这个基底和这个完全的一个保持完全的一个平行，它只需要它这个光过来，它能工作，因为这个里面怎么说呢，我们最后肯定还是要调试的，整个系统能联合起来准确运行。只要这个粘的这个位置它在长时间的运行过程中它是不变化的，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焊接。看下面。嗯，后面一些问题不知道嘉宾有没有回答啊？微腔光束有做过辐照实验吗？我猜没有，因为微腔光束可能就还没有，在怎么说呢，在科研上也不是特别成熟，还是在一个在发展很快的这么一个阶段，在发那个 Nature Science 的这个阶段，所以。它离应用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实际应用啊，不管是在实验室测东西，还是在更别说放到太空上去。请问空间辐照对除了增益光线外的其他光学器件的影响大不大？其他光学器件是什么呢？我看除了增益光纤的，就是一般的光纤，还有。一些自由空间，比如说晶体镜片等，应该是影响不大的。主要是这个增益光线。OK，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不知道我们回答了多少问题，没有回答多少问题。但是我们会在这次直播结束之后把大家的问题全部汇总收集，然后通过这个邮件的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准确的解答。我也会和 Frederick 来沟通，来去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案通过邮件或者我电话微信等给您回复。又一个问题，我看
国产也有九字枪飞瞄种子源，这个会被曼诺公司专利排斥吗？嗯，专利放在那里，但是，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嗯，任重道远，嗯。好，就到这里吧。我们希望下次见，然后我们会通过邮件给大家回复您的问题啊。谢谢大家一晚上的这个播客。描蓝色二维码，关注光电会欧一秀微信公众号，进入点击直播回放即可购买课程观看。也可在公众号后台留言问题，后续我们会联系讲师回复。我们也为本次会议建立了交流群，欢迎扫描橙色二维码申请入群，与行业同仁继续交流。我们下期再见。